破拆爆破是特战小队执行任务时清扫障碍的重要手段，要求特战队员熟知各类爆炸物，练就一眼判断情况、拆解一刀准的绝技。训练中，围绕地雷使用与排除、材料构建爆破等内容展开专攻精练。我们将触发类、反能动类、遥控类、定时类四种简易爆炸装置相融合，提高了特战队员在未来战场上，在不同场景下遇到各类简易爆炸装置的排除与处置能力。我们创新组训模式，集中优势资源，对狙击、重火器、破拆爆破等七个专业进行集化训练，目的就是发挥现有训练资源最大效益，提升部队训练质效。